傳記，通常係唔會見到呢個片段嘅。BBC 好多嘅節目主持人都係自由左傾嘅知識分子，亦都不滿戴卓爾夫人嘅一啲強硬立場，尤其係進兵福島。但係點解佢哋唔會採用戴卓爾夫人喺天安門同埋呢個人民大會堂嘅石街嗰度啊跌一跤咧？因為呢啲咧係基本嘅新聞道德。戴卓爾夫人係一個女性，佢穿住高踭鞋行差踏錯跌一跤，呢啲咧係平常嘅意外，唔應該咧將呢個片段不斷重播又重播，以為咁樣就係攞咗彩。呢啲咧係對一個女性嘅不尊重，尤其好多人對於戴卓爾夫人做一個阿 Q 嘅解讀，以為咧佢跌低個方向係對住所謂人民英雄紀念碑。就話戴卓爾夫人係代表英國向鴉片戰爭嘅所謂嘅罪行咧，係叩頭致歉。呢種咁嘅解釋充滿呢啲精神智慧、阿 Q 精神。三十年代時都聽到呢種咁嘅唔係咁高雅，而且咧品味亦都係相當之狹窄嘅言論，對於一個人開拓佢嘅世界觀同埋咧佢開拓嘅視野有幫助。
四日供水四小時。每日邊四個鐘，好似分開上下、中、掛，唔知點。